不行的，被我掰完两个都掰大机器什么人啊，阿弥陀佛。家里是干的啥的，你也干的啥的，我那个工作的同志啊，拿了酒菜来给各位做一下做下来，把各位提供阿弥陀佛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在关地公办一办，要比公布较详细台湾的地位，台湾人到底什么人？我讲一声，来好不好？放下。感谢今日一只到帮忙的啊，包括外关之内。这咱台湾中国正好，啊，咱较近嘞，咱现在台顶，咱们啊，现在咱台湾的家己乡亲哦，啊，就带着较近。即卖是台顶，现在是黄月红拍字指挥下面，拍字加拍破嘞，现在跟我做平台，我被台湾人民民主党的主席林立宪，过来。高雄高雄关，高雄市的高雄关的中央会理事长，吴龙杰，陈建成尊长，郑仁杰先生，上到边啊，上到大块迄个陈瑞元，我阿妈妈拍较济，你听我做较边嘞，啊，我陈家边有只无？三名好不好？啊，后来咱各位咧开牌，把所有的观众、听众的，拜托大家后礼拜同这个时间，搁再一摆，伫咱嘉义再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拜托大家，中华是台湾人。中国人这个观念，咱的朋友，咱的亲戚，咱的同胞，拜托，救台湾，台湾建国，留下。谢谢。